这玩意怎么吃？我想烤着吃呢。你会啊？你不是厨师啊？我是厨师，我也不会烤这玩意啊。万一烤砸了，不把老丈人给我的羊腿糟蹋了？要不然试试吧，多过瘾啊！给他几个花刀，这个肉也太喜人了吧，真是。这边的话就有肥肉了，烤出来滋滋冒油。这玩意烤出来能好吃吗？肯定好吃啊，保证你流口水。流不流口水我不知道，反正流鼻涕我知道。这边别下去。就要是你吃了面，不要放辣椒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玩吧。羊腿想要烤得好，大葱、洋葱少不了。生姜也来点，一丢丢盐、生抽、孜然粉、料酒，倒在这个羊腿上面，给它做个 SPA。演个羊腿宝宝，演流口水了，看你们食欲。爸爸可以吃吗？现在是生的呢，爸爸等一下烤给你吃啊。腌好的羊腿放在锡纸上面。我好想舔一下。你怎么那么馋呢？上下火230度，烤40分钟。流口水了吧？我想起了。时间到，我拿出来。汤汁全部烤出来了，打开，有点烫啊。哦，这个已经烤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光烤熟还不行，一定要给它烤到外焦里嫩。继续烤20分钟，烤到滋滋冒油。挑个你爱吃的，孜然粉、辣椒面、白芝麻，一浇。烤好的羊腿，来，掸头起来给弄弄吃。省下的羊腿嘛，咱就放上这个，哎。辣椒面、孜然，我们吃辣的。继续给它烤10分钟，时间到。哎呦，我的小 baby， 哎呀，想不想吃？想吃，口水流一地都。买点啥？我烤的羊腿。尝尝。哎呀，这个不懒得给弄了。哎呀，看着就得劲儿。这些太完美了吧，外焦里嫩。妈妈第一块给你吃。辣不辣？哎呀，蛮辣的。香了，香了。嗯，你来，给你一块，这块辣椒多。啊啊，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就行。我就怕糟了。我也来一块。嗯，好吃啊，外焦里嫩。哇，还有点辣，哇，过瘾！啊，贼动手，不要肯定。哇，这个过瘾了。嗯，下回这个羊腿还要烤着吃啊。哇，这块又肥的，有羊的肉才好吃。春姨，要不来一下？我喜欢吃瘦的。我来了。嗯，吃吧。嗯。这个羊肉的话更香一些。你要带点油脂啊，妈，吃饭吃肉了。我先把它都卸下来，等下慢慢吃。哎呦，不客气了。吃呗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你们两个不要减肥的吗？不用减了，吃饱了再减呗。都这么好吃，这还减肥呢？外面烧烤店烤好的吃的。那必须的，真材实料。有这个香，有这个好吃。你们都吃，我就啃点骨头吧。嗯，过瘾。爸，你怎么跟小狗一样？什么叫小狗一样？这叫狗啃骨头干眼团吗？你吃你的吧。这是辣的吗？嗯。